哎，小姐，你知道你买你的就很难中了，你要接着买我的，我刚才已经买两张了，这第三个就很可能就会中。不是去那边去吧？磨磨唧唧的。脸皮大还黑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活动真坑啊！这个活动真坑人。买一张，大哥都买两张的。加油！爱笑的男孩运气怎么不会太差 ？Come on！ 他冲你笑了。我这个手，我现在已经不是收手了，我身体已经进去了。已经到这儿了，昆音娱乐音乐台。木子阳啊！啊！我欣赏你的勇气，小伙子。快闭嘴吧！我非常欣赏你的勇气，要不然再下去拜两下子。你这样怎么了？我想是咱俩一块买一张混你能抽上我们家吗？不行，我答应他们就给他们一张票，我再买最后一张，我再买一张就十张了。我就想抽中一张。我觉得电影演到这儿也应该让我中一张了吧？还有一个半小时，是吧？把钱中一电话给我。哥，我就叫你一声爸爸，爸爸，保佑我抽中吧。400万。十一啊。整个事情就是一个很随意的经过。出 bug 了。最后一次。我的妈！都买了，我也买了。怎么了？已经在榜单上留下自己的姓名。什么？我唱的歌吗？买十张，买十张。没错，就得这张抽。买十张。明天发微博，送给你们买个机会。我今天就发微博，我说我买十张没有买中，但我把专辑送给你们。你可以先买一张试一下。你买了，你可以送给别人吗？对不对？买一张。还差70多块钱，我再考虑买不买。随便点，我都是只有一次呢。我跟你说，刚才小弟点了他好几张都没中，我买了那么多也没中。这就没有了。下次我等你。OK， 这个就是，这个就没买，这就没买。哎，支持一下万代的自己专辑。你买不了了，我已经花钱买过我的专辑。你再走，你只能再买，花钱买。只能再花钱买。你只能再花一张100多块钱。我要赶紧的上我的号，来，我扫一下码，赶紧的让我扫一下码。我上。中了我可以自己送粉丝。对，我送谁都可以。我先等会儿，我先去想想为什么要买。我告诉你了，你先想想自己为什么要买。我是没想明白是吧？你明白。开始怀疑人生，真的是。老岳，是吧？你
你知道我手气不太好，你最近干不干别的坏事？我刚才都没抽着。我真的，你抽我了，肯定能抽着。那你试一下。我那些游戏装备都是你给我抽的。来，你先把这176号钱。我不是我买了一遍了，我刚算码买了，花钱了吗？花了。然后我跟你说，哎，你看你还有一次翻盘机会，这就是咱们签售会，你知道吧？你翻个牌来，你看你翻一个。咱爸爸，我帮你翻啊，开始了。走，确定吗？我点了。翻牌查杀，走你。狼人。这次成功了吗？那个我觉得应该。为什么这得算咱俩的？我跟你说，不是，我跟你说这五，那本来彩票、你用我钱买的，那算谁的？这个法律上。也对。咱们算一波。也对。不是弟弟。这是干嘛的？都抽了几次，弟弟？啊。都抽了多少次？我抽了6次。哎，我一次中了，没意思。不是，那你是不是？哎，真的，你长期仰仗哥哥手气，对不对？那你这种，我帮你说，你得给我一份，你把盘给我好不好？这个比盘值钱，我跟你说。行，这邮费我给你出，盘都给你，行没？我再送你两件衣服。可以，哎呀，值了啊！我买了，但是我没中，但是我帮房子抽中了。啊，二弟已经买了10张，就咱俩就比的呗，就是看你现在，反正你现在没中，对啊，你看我能不能中了，对不对？能不能？行，买9个怎么样？你点这么多，你又不买，你点它干嘛？我都吓了一跳，1张1000块钱呢。下一个，你刚才都已经买了1张了，还差着9张呢，是不是？买了几张？我买10张。不是，那你笑什么？我不知道他笑什么。这个微表情就让我觉得很危险。10张。真的不骗你。那你告诉我你那个表情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挺好的。那其实我刚才帮房子抽中了，就是我这运气还能还有我呢，不是。二弟给你买，我买。二弟买，交给二弟。大哥，你别动了，大哥别动了，大哥别，二弟交给二弟。你妈上当受骗，你知道吗？交给二弟，这年代消费得小心。交给二弟，等一下。失败呗，失败就失败了。让我给你，来，你先点。这个木子瑶不行了，我买它没中。还行，我感觉我机刚才运气用光了。没事儿，这不是运气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我能不能找公司给我退钱？退不了，我的10张也不退。没有事儿。最后一个，你挑一个。我建议你给木子阳。啊。那就没有呗。啊。这是不是现在感觉脑子有点糊，不知道在干什么？对呀、啊。